有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现在啊，无论种番茄、种西瓜、种黄瓜，都是采用无土栽培这个栽培方法啊去种植，啊，可能很多人又问了啊，这个你用无土栽培这块啊，比土壤栽培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？啊，无土栽培实际上优势还比较多呢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对这个肥料的利用率啊会显著提升。一般土壤栽培这块肥料利用率啊只有30%左右。啊，那么剩下的70%呢，就是随着我们的水啊，就渗入到土壤当中去了。啊，渗入到土壤当中去以后呢，然后呢，它对土壤会造成一些破坏。扬子化实际上就是这个肥料啊，在土壤当中啊一个沉积的一个现象，啊，同时呢，造成了一个土壤的板结啊，啊，这个土壤病害啊这样的一个增加啊，然后导致这个产量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。而无土栽培这个肥料的利用率非常高的，几乎能达到80%-90%啊这样的一个量，因为它是一个线梗栽培，它就在这么一个小袋里面或者这么宽的一个种植槽里面去，你浇水这个频次呢又比较高，所以说呢它这个肥料呢它就不可能沉积在这个基质当中去，而是有多少肥料啊基本上吸收多少肥料，所以肥料利用率是比较高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它能有效的解决这个虫茬病害。我们这一茬好比种了西瓜，那么第二茬我们下一茬还种西瓜的时候啊，一般情况下就会受到这个虫茬的危害了。但是通过无土栽培这一块呢，我们在换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过水这一块呢去处理我们这个基质，啊，处理好以后呢，基本上啊就不会产生一个虫茬的一个危害。第三个好处呢，就是我们通过无土栽培这块，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科学的施肥的一个配方，因为我们几乎每天浇水的时候都带肥料，就是薄肥勤施嘛，啊这样的方法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般情况下根据作物生长期的不同，我们配方呢进行一些调整，啊，就是在作物最需要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给它补充什么样的东西，啊，需要多少量的时候，我们补充多少量，啊，达到一个科学精准的一个施肥。另外一个就是无土栽培的投入成本现在是越来越低了，到什么程度呢？基本上就是低于你土壤种植的一个成本。这样情况下，我们利用无土栽培这块，啊，更容易啊去赚到钱。还有一个呢，就目前制约着无土栽培的原因呢，主要是大家对这个无土栽培不熟悉，啊，担心门槛过高，自己能不能种植啊这样的一个。实际上呢，直播室啊，它在这个水肥管理上有区别，另外呢，在田间管理这块、质保方面管理这块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。所以说，一般情况下，只要你有点基础知识，啊，稍微了解一下以后，自己都能去操作。